是成对血淋淋，跑了个夜有神主残贼子，一阵阵黑坏了刘凤公东霸天，这个狗贼人东霸天一看大势已去不由人，他一阵阵的好寒心呐、啊。方向来到了，到跟前一看，真是自己的兄弟朱敦。哎呀，朱敦呐、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俺哥，我逮住了，是不是这个家伙都叫刘玉龙啊？二爷张坤火折子一打，再一看，心里想啊，张坤呐、啊，你这不服还真不管了，这叫有福不要忙，无福跑断肠。我张坤慌了半夜了，什么都没抓到。哎，没想到朱敦，我这个傻又傻又笨的兄弟，还走到。他把东霸天刘玉龙给逮捕了。好吧，朱敦，没有想到瞎猫逮个死老猪，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了。你再看东方发白了，天也明亮了。二爷张坤说道，朱敦来，带着东霸天刘玉龙进刘家寨见老爷。刘家寨人大些小军，你想想，大树倒群鸟散，还不跑、啊、跑得跑啊，走得走啊，逃命的逃命啊。你再看死了也就死了哟，大家抱着海老爷往这个客厅上手里一坐，老爷海瑞手里一坐，众位英雄列在两下，就同了张坤上前，老爷东霸天刘玉龙我们已经逮住了，那朱敦押着刘玉龙过来了。老爷海瑞一看，这不是朱敦呐、啊、张坤说的，老爷这都是朱敦的功劳啊，不是他可逮不住东霸天刘玉龙啊。哦，朱敦你放心，老爷回到县衙里边一定给你记一大功，我就不必多表了。海老爷说道一声，这样吧，张坤，这个地上也不是文案地上，来赶紧的把刘家大寨这个刘老七找回来。有军兵就把刘老七给带过来了，刘家寨的军兵不能都跑光啊，也有一部分人啊，在这个时候就把刘老七找过来了。刘老七吓得连滚带爬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呀，青天老爷，我可没犯法，你逮我刘老七干啥呀？刘老七啊，长起脸来，你还认识不认识本官？哎，刘老七一看，这不是那个昨天算卦的那个梅先生啊？哎呀，原来他就是大老爷呀！老爷，刘老七给你见礼了，刘老七。你不要害怕，你没有罪。刘老七不但没罪，还有功劳了呀。老爷，我进刘家这算卦不是你，我还不能到这个地上来算卦来，不是你我不能带着东八千刘玉龙啊，有功就得赏。刘老七，你不是说吗，今年27、28岁了，连个老婆都没娶上，来我给你说个老婆，去到那刘家寨后宅外有个桑树，桑树下绿三姐搁那个等着你来。刘老七高兴得不得了，平常都喜欢绿三姐，他就到了后宅门，到一看，绿三姐打个小包裹站那个地上正等着来，等谁呀、啊？可不是等刘老七，他等那个梅先生算卦的嘞。他左等右等，海老爷怎么能会要他呢？
这个时候刘老七来到了，刘老七一把抓住三姐，你再给这个刘家寨死的死逃的逃了，你咋给这个站着呢？哎呀刘老七你咋来了？刘老七说，三姐我给你报喜讯来了，昨天算卦的那个先生啊，那就是青天大老爷海瑞呀，东马前六一龙也叫他抓了，该死的都死了，该跑的都跑了，抓住的都给捆上了。三姐呀，赶紧的跟我来去见大老爷海瑞，他要给你伸冤报仇，杀东马前六一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三姐一听，也就跟着东八，也就跟着刘老七来到了东八天刘玉龙的客厅。李三姐上前跪倒在地：“老爷在上，小女子哩，我给你见礼。”哎，老爷说：“罢了，李三姐，你不要行礼了。”李三姐说：“青天大老爷呀！”李三姐你不要哭，你的愿望本官我都知道了，现在东八天我不能上，他是国家大要案，我要把他带到我的大堂去审问。李三姐你请放心了，受害者不是你一个人呢，东八天刘玉龙我饶不了他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自用国家法律来制裁他。李三姐你是个苦命的女子，这样吧，老爷我给你找一家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老爷我曾中为没把你说给刘老七，也是个老实人家，你看怎么样？吕三姐说：“多谢老爷成全了。”一句话，老爷还是为没把这个吕三姐啊说给刘老七了。海老爷说：“刘老七啊，我看你是个忠诚老实可靠的人，这个刘家大宅呀暂时也没有庄主，你就是刘家庄的庄主了。”这回刘老七可拽了哈。海老爷一句话打开东八天刘玉龙家的仓库，放粮救济给这一代的老百姓，救济这一方的老，救这些劳苦百姓，把他家的所有金银财宝上仓库，所有他家的家产给他一冲干净，咱不为多，该杀的也都给杀，抓住该多大个罪，海老爷一定要给他定多大个罪。海爷说到一声：“这样吧，刘家大宅的事情刘老七以后都交给你了，老爷我已经办完了，我要把东八天刘玉龙这个国家的大反叛押上我的大堂。”一句话，海老爷离开了刘家大宅，咱也别管多长时间，就回到了县衙。海老爷把自己的乌纱帽也给戴上，穿上自己的蟒袍，一身官衣官服穿几身之后，大堂上边一坐，罢下一指令，掏钱后人打鼓升堂。就听掏钱后人高喊了：“老爷刘玲啊，大鼓升堂！”咚咚咚咚咚咚，堂鼓一响，只听三班压走一呜，拉板子的、喝豆子的、戴青鸟帽子两边一站，给海老爷站堂护卫。海爷就把大令一甩：“来人，赶紧牢房之中把东八天刘玉龙这个恶贼带上了堂。”
不狠，为什么私访我的刘家园？狠着狠就投了这个贼呀，一把剑血洗了我的刘家园。不跪，东八天刘玉龙打鼻子哼了一声，我看你哪个敢叫叶家跪？陶江后人心里想，他不跪，咱还真不敢叫他跪嘞。乖乖，听说严嵩是他干爹，跟这山东这个恶贼可厉害的很了，俺可不敢砸着他。他跟那山东孙府吴孝荣，孙府是啥？就是现在山东省委书记呀。他跟山东省省委书记都是结拜的八兄弟，所以。头前后人两个人还真不敢砸着他嘞，心里想你跪都跪，你不跪都不跪。坏了，那个朱敦一看不愿意了，小子，
你是貌似转都有丑有梗的，被俺老爷都抓过来了啊，还跟那白仇家的嘞。而朱敦都过来了，朱敦提着个冰铁大棍往跟前一站，跪跪不跪，你要跪便罢，不跪我都张棍，我都滚死你。东八仙刘玉龙心里想，这个狗贼呀、啊、这个杀种啊，我都是叫他给逮住了呀，东八仙不能再气他了，叶家不跪你又能怎么样。朱敦说，怎么样，我要不能治好你，我都是你爹了。啪一腿把东八仙给扩到了，东八仙往那一趴都给来喝嘛呀。海老爷用手一点东八仙，刘玉龙你是官拜三品呐、啊、山东一带欺压良民，坏事敢做，你吃了国家皇粮，拿着国家贿赂，应该上为国家，下为黎民，好好的为国尽忠，不应该搁这个地上招兵买马、举措存粮，还想登基坐殿。我来问问你，背后何人指使的你？是何人指使你搁这个地上招兵买马的？还是心里想，这个小子肯定有后台，他的后台肯定还不是山东人。海瑞心里明白得很，说不定就是严嵩个老棍孙呐。所以海瑞就问了，讲何人指使你搁这个招兵买马？东八天刘玉龙心里明白的，东八天，我要真把俺干爹给说出来，恐怕我连三天都不能活。哎，无论你狗官咋问，我就是不说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不相信我今日被逮了，东八天我被逮了，我那些弟兄不知道，三天不成都有人来救我了。你狗官也不过一时成气啊！呸！狗官，胡说八道！东八天刘玉龙，我是堂堂正正的三品高官，我怎么能会招兵买马的呢？你一派胡言！他搁那个发威风来。海老爷说：“人是个苦虫，不打不成，我要不打是两米不着。”海老爷说：“来人，动刑！”这一句话没说完，报老爷，还是用手一点。门军报其何事啊？启禀老爷，有事俺不敢不禀，无事俺不敢乱传。在那衙门外边来了荒唐之妇王大人的一艘人马，王大人胡家到了，叫你赶紧的去迎接于他。你要迎接早了倒还罢了，迎接晚了他要怪罪下来，老爷你可吃罪不起呀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海瑞心中暗想：四品黄唐王子贤，我没上山东都知道，王子贤是山东的四品的黄唐，他是北京燕山严嵩的二徒弟，严嵩的大徒弟是二品，是山东的二品，他是山东孙府，这一个呢是严嵩的二徒弟叫王子贤，在山东是四品，是我海瑞的顶头的上司啊。我明白了，我自打坐山东，王子贤没来过，还是我坐山东，我也没见过王子贤，我也没到黄堂知府衙门去。那一般的官员只要来山东，最起码得到黄堂知府那个地方去报道，海瑞根本没把他放眼里边，也没去，也知道他是奸贼勾当，所以海瑞一直都没见过这个王大人。王子贤一来，海瑞心里明白了，王子贤为什么往日不来，东八天刚跪在我的大堂，这王子贤都来了，他们这些官贼勾结，一个鼻孔窿通气儿了，说不定这一场官司给他都有关的呢，要不他怎么能来。罢了，我不能叫这个恶贼上堂，只要他上堂，这官司我算问了了。海老爷把手一摆，门军去吧，见了王大人荒唐之父，对他演讲，就说老爷在大堂上正在审判国家大反叛，为国家正在问案，我没有时间迎接他，叫他改日再来，去吧。军兵说是，八门军兵就出去了。那个王子贤呢，四品官，也三四十岁的样子，吃得肥胖胖肥的。你再看，跟大轿里边坐着俩眼眯缝着，正跟他摆着架来，他拽的跟牛屎一样，他单等着海瑞来接他来。这个军兵就来报：“哎呀，王大老爷呀，王大老爷，俺给老爷禀报了，你老人家来的不凑巧，俺那个大老爷大堂上正在审判国家大反叛东八天刘玉龙来，他没有时间迎接你老人家，你老人家还是改日再来吧。”胡说！王子贤把眼一瞪：“我是堂堂四品官，他有什么样的公事？不该迎接我，我是他的上司，官大一级重如泰山，那要不迎接我，就是看不起我这个荒唐之夫，他今天见也得见我，不见我
我也得见他嘞。这个贼子呀，说着都吓得大叫了。他光认为自己了不起啊，跟山东是四品呐。你再看他一摇三摆，大摇大摆，他就上了海瑞大堂来了。海瑞一看这个把门的，你真没有用啊！我叫你打发走，我再看他这一摇三摆就不来了。这头戴着乌纱，身穿着蟒袍，他不是皇唐知府王子贤，他是谁呀、啊？海瑞虽然不认识，一看他不就知道了吗？王子贤，你再看他拉着架子来的海瑞大堂。谁知道海老爷看着王子贤来到，装着没看见。那王子贤心里想：这个狗官呐，我这一进来，哎，他别说起来让我座位给我施礼了，他连个屁股都没欠，还是坐那个椅子都没动。王子贤来到大堂上边，他感觉无碍，这个的狗官他连理我都不理我呀。你再看他用手一指：“堂，七品县尹，可知道本大人我来了多时了？你为何不迎接？”哦，哎呀呀，王大人，又是原因，又是原因了。王大人，门军刚才报给我了，你看看，我正在大堂问案，哪有时间去迎接于你？我审判着国家的大反叛，为国家审判国家的反叛。王大人，我想你不会生气，不会怪罪的吗？哎，王大人呐、啊，你要真有事的话，你要走；你要没有事，那你就留下坐。来来来，他根本都没让位。坐，只是叫他偏坐。王子贤那个鼻子都气歪了，这我来的这个正位得让给我，最起码得给我十个礼。怪我这个小子拽得不轻，坐那连动都没动。王子贤一想，我来也不是给他讨个身份高低，主要我是来救东八千的。王子贤说：不坐了，没有事不会来你这个衙门。告诉你吧，七品县尹，我今天是公事公办，我奉了山东巡抚吴大人的命令。我听说东八千被你带到大堂，可知道东八千是山东三品的官？你小小的衙门怎么审判了这个案子啊？老那个吴大人给我一指令，叫我来提案，我要把东八千给带走，提到我那个皇唐知府去审问。你这个衙门太小了，问不了这个大案。还是心里想啊，王子贤哪、啊，王子贤。你就凭这几句话就把我海瑞给唬倒了，就凭这几句话你就把恶贼董霸天带走了，还带着你那个大堂去审问。只要到你那个大堂上面，只要你一带走，三天不成董霸天刘玉龙照拽，他根本就不会被你压到牢房里边的。你这边抓那边就得放他，我怎么能交给这个贼子的呢？王大人，是观众的董霸天刘玉龙不是一般的罪犯，他不但在这一带强奸杀人无恶不作，而且他身上血债累累，咱就不说了，最大他在六家寨招兵买马，罪恶最大也不过是造反，他是国家的大反叛，事关重大，这一案我不能交给你。哎，虽然说我官小之下，自古有句话说县官不如县官，那宛平县的县尹朝廷头上都能管三分呐。来来来，虽然说山东董霸天他这个官职大，他那个六家寨在我管辖之内，王大人你放心，这一案我一定问好，你暂且回去但等把这一案落实之后，我会到你那个去的。王子贤心里想，你一个小子胆大包天，等把这个案子落实了，那董霸天这个二斤半都叫你割掉过了，这三八天你都杀死完了，你也没到俺那个去。这董霸天刘玉龙那个脑袋还比别人当多长得结实吗？如果今天带不走董霸天刘玉龙，山东巡抚吴孝忠不会饶我的。王子贤用手一点，海县尹，今天我来，你务必的要把董霸天交给我，你给我也得带，你不给我也得带。来人，把董霸天带走。他这一番话可把海老爷这个气儿全部都给点上，火给点上来了。海老爷火往上撞，你再看他啪把金塔木一水用手一点，王子贤，你胆大包天，你今天来到法堂上边，你要带走董霸天刘玉龙，我来问问你，你凭什么要把董霸天刘玉龙带走？这个案子没问完你就把董霸天带走？可是王子贤，我知道你来意，你跟那董霸天刘玉龙你们都是一党的贼子，你认为海瑞不知道？海瑞，我来到这里早都把你们这些官贼勾结的事情早都给查到了。王子贤呢，王子贤，
山东出来个国家的大反叛，搁这个招兵买马多少年了，家里边藏兵十万，难道说身为当地的皇上之父你能不知道吗？你管这勾结一切，就像你身为四品你都该死。他一个该死刚说完，那个大傻就朱敦顶铁大棍一摆，啪，王大人跟那个正站着一瞪，瞪着眼手指着瞪给海瑞讲理来，砰，这一棍砸到头顶上边。你再看王子贤那个脑子被他砸来，化骨脑子四下的崩，咣当一声再死在大堂上边。哎呦，海老爷就说你该死啊，可闹了朱敦笨英雄，傻子啊，你看他冰铁大棍拎在手中啊，他砰啷一棍砸了过去，王子贤被他打了个花红脑子对外蹦啊。王子贤再次就在大堂口啊，海老爷嘴说不怕偷的法门啊，朱敦呀，我的人来你咋没留中啊，我正给他讲着理来，我这生气我就说他该死。哎，我这一句话没说你都把人打死了。朱敦啊，打死了皇堂之父可是个不当紧呐、啊、可知道打死了四品皇堂罪不轻。海老爷他心里有些害怕，在一旁吓坏了张坤大英雄。张坤一见也用手点呐，朱敦连连我怨了一声，朱敦你咋那么傻了，老爷都说一句该死你都把人给打死了。朱敦那个棍在手里边作战，二哥那老爷不说他该死我也不揍这个狗日了呀。海瑞说道一声张坤。海老爷心里想反正都是反正了，打死都打死都散了吧，我也不能再埋怨朱敦了，想这样的恶贼别说死一个啊，再死一个也不多。海老爷说道一声张坤不要再埋怨朱敦了。朱敦呐、啊，干得好，你干得好啊，从今往后老爷打他问案，不管他是多大官，还是皇堂之父四品皇堂五品之中，哪怕他就是北京的一品官，只要来到我大堂上边，老爷只要我说死我说他该死你都给我打打死，老爷我都埋怨了，不要害怕啊，不要听你二哥的，我说他该死他都该死。来人赶紧的把王子贤这个狗官的死尸给我撂出去。海老爷呀，大堂一上传命令啊，准备皇王不消停，王子贤的死尸给抬走，这才撂出啊衙门前。王子贤还带五百兵将啊，哎呀呀，这个老爷他咋脑袋笨了啊，他五百人马一看老爷咋死了哈、啊、有人说你都白唱了，海瑞有多害兵，海瑞有多害将，这五百军兵他能不感觉跟海瑞拼命啊，拼命，乖乖别说他五百，他来三千，咱不要别人了，一个九头鸟都够他成为了。这些人都知道啊，海瑞并不厉害，海瑞身边的五虎蝶、金虎蝶、陈嘴、银虎蝶、陈能、铜虎蝶、王开、西虎蝶、王能、铁虎蝶、宝人，一个一个都杀人族，总还有那个大傻鸟朱敦，谁敢报仇？老爷头头都敢打扁，头头给打开花，你要都打他，那不是找死啊？叭叭叭，军兵一看心害怕，把老爷死尸放在大轿中，你看他调转身往回走啊，何珊珊那个抬着轿子奔府中啊。这些人一回一心心要回到他的王府，那个大街上听见那个惊天动地大炮轰啊，大街口只听见
棍，哪一对气死我跟对谁啊？书友们在朝后边观看，何珊珊，何珊珊，快来把牌叫一声，你再往大轿里边正经观看呐、啊。大轿里坐着奸贼吴孝忠啊。啊啊啊那个贼官居二品山东的掌管了那个九州师傅整个山东啊，北京城的当家相是他的人师，可以说山东地界哪一个不知吴孝忠？你看他坐着大轿带人马呀，那个牙关紧咬皱眉分，染染眉吧，别人来吧，海瑞个狗把我妈的接身，海瑞你吃了凶心长了包胆，你不敢来到山东城，坐山东里程把人来害。八天都叫你逮个干净啊，你杀了满八天我也不生气，为什么逮住了刘老兄他叫刘玉龙啊？我听说昨天你把刘家寨打呀，好可叹刘家寨那些兵丁死干净啊，刘家寨死来死来跑都跑啊，逮住了我的个大哥刘玉龙，今天我要到你的大堂上，我给你一死亡我也长征，小狗官交出了我的大哥，我给你话有千帆都不明啊，你要是不交出我的大哥闹大堂，我要把狗官那个头来领啊。吴孝忠发不住的哑巴恨，带领着三千的兵马往前行，正是这个恶贼他往前奔，咋听见军兵报一声，报启禀老爷，咱的大队不能往前走了。吴孝忠手一点，队伍可不光往前走了。老爷呀，咱这个队伍前面俺看的是黄唐知府王大人回来了，他的人马跟他走对过了。哦，吴孝忠心里想，王子贤是我派了去的，去救我那大哥东八天刘玉龙的。好吧，军兵前扫白走，后扫白跟，主将河山军兵一大撮打搅一路，不必多说。谁知道王子贤的人马得知是二品，是二品一夜这个吴孝忠来了，山东的孙府啊，赶紧的就来报给孙府大人。你再看王子贤的手下两个军兵跪倒在吴孝忠的脚前就磕头了，哎呀老爷大事不得了了。嗯，吴孝忠心里想，娘小子我咋看都跟发丧死了人那个脸呀，啊哭什么哭啊，你家还是死人了是不是？老爷呀，你咋知道俺的大老爷到了海瑞的大堂，叫海瑞一棍给砸死了啊？小军兵把话明，吓坏了恶贼太狗吴孝忠，你看他脑袋瓜子的猛接猛，脑说后边冒凉风，心口窝里还扑腾腾。没想到海瑞你做官你咋真有种，四品的黄堂被你打死就在大堂中，王子贤他都敢敲死大堂上啊，难道说他能不敢揍我吴孝忠？爸爸爸回去好，回去好，我还是回到俺的府中。你呢？
俺呢这个鬼孙他们下回呀、啊、绝病赶紧回去跟那老爷办丧事吧。来人，见过老爷，赶紧的打断人马，不要被海瑞的衙门了掉回头打叫回府。大家你听说这段书叫海瑞大闹山东，打死四品王子贤，吓跑这个吴孝忠。白龙山吓跑了呀吴孝忠啊，你看他坐着大轿回府中，这个贼坐在他那个大开室呀，心里边吓得扑通通。想想今天刘勇落在他手，黄唐知府死在海瑞大堂中，我这些弟兄死了也死啊，眼看看就剩下我吴孝忠，如若是啊这个狗官哪一天啊他要是传了脸，说不定还敢给我吴孝忠。哎哎哎哎哎，恶贼吴孝忠回到了自己府里边呢，这一天饭也吃不下去，茶也不想喝，他是走动不安，坐卧不稳，越想越可怕，越想心里越不安。吴孝忠啊吴孝忠，这个海瑞这个狗官也太厉害了，山东这些弟兄马上嘛叫他该杀的杀了，该抓的抓了，马上嘛都轮到我了，荒唐知府都敢打死他，能不敢来逮我吴孝忠啊？要等着海瑞来逮我，那我就请等着倒霉吧。也罢，我不等着海瑞来逮我，我都得想办法弄死这个狗官，明斗我斗不过他，我不如想个办法斗这个狗官海瑞。你再看他当天晚上在书馆房提笔在手，刷刷刷刷刷写了信了，给谁写信？给他师父严嵩写信，把这一封信写全部就是把海瑞做山东办了哪些啊，干了哪些事儿，现在他在山东的全部的事情，这个贼子都写到他的书信上边，给他师父写了一封，把这封书信叠好，又提笔在手，将笔告王，刷刷刷又给皇上写到奏折。这到奏折那可写得厉害了，如果这一封奏折不送到八宝金殿便罢，如果严嵩把这封奏折要送到八宝金殿，可以说海瑞张坤都得倒霉。这个贼子把这个书信叠好之后，牙关咬眉头一皱，骂道一声小辈幼儿，海瑞你就等着倒霉吧，别说你身边有张坤九头鸟，这一回我只要把这封奏折送到北京燕山，你活不了，那张坤也够活的了。这个恶贼搁这个地上发哑巴狠，他就不知道他搁这个写信，就在他书官房背后有个匾，这匾里边老早都蹲个人了，这个人是谁？就是二爷九头鸟张坤，都在这里边蹲着嘞。他搁这个骂海瑞都叫九头鸟，张坤听完了，那可以说张坤要杀他一如反掌，走到就把头给割了。张坤心里想，不行，我留的这个小贼多活两天吧，死啊我非得叫你白纸的上月下血我才叫你死了，现在我可不能叫你死。二爷张坤一晃身去走，噌，你再看他窜蹦跳跃离开了这个书馆房，他回去了，回到衙门里边找到了大哥老苍龙。大哥，我得跟你商量一件事。老苍龙说，儿子有啥事你就快说吧。大哥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，恐怕我不在山东了，最近我要走。兄弟你往哪去？我要往北京办一件大事，可是海老爷这些事情我都交给你了，千般留神万般小心，山东地界这些奸贼勾当可是闹得很呐，安哥你可要保护好海老爷。哎，老苍龙求兵说的一声，儿弟这个你就放心吧，海老爷要出任何差错你就拿你大哥我试问就是啦。儿弟呀，那你就准放心的走吧。二爷张奎安排妥当之后，你再看他该带的东西都带着，背后插好了自己的兵刃，囊中带好了十二只金镖掌，你再看他离开衙门他走，我不说他这边动身，怪吴孝忠这边也派人动身啊。吴孝忠派下一个镖师，人送外号叫飞镖将，飞镖将宁镖师宁儿，这可是从严相府的带来的，这个小子搞来搞去，敌来敌弄，打镖打得非常准，可以说百发百中。
严嵩特意派宁儿来保这个山东巡抚吴孝忠呢。吴孝忠把两封书信交给了宁儿，安排又安排，这个书信你务必的亲手交给俺恩师啊，叫我家师傅看到我这封书信，另外这一封奏折叫我师傅八宝金殿送给皇上。宁儿说道一声，老人老爷你就放心吧，两封书信怀里边一揣，你再看他离了山东济南府，把俺人等上了坐骑，奔走北京燕山。他往北京燕山去送信，他可不知道后边都有人盯着他呀。他走哪个地上，这个人都到哪个地上，这宁儿根本都不知道后边有人盯着他。谁？二爷张坤，那个九头鸟张坤一直都盯着他。那一天晚上，他住上房，张坤住偏房。二更天没成，张坤打到枕头底下把那一封这个包袱拿出来了，拿到自己的房间，打开两封书信，都叫张坤给他看完之后，又把信封给他封好，又给装包袱里，又给他送头底下。就这个小子都不知道，咱不必多说。不说张坤，单说宁儿，非是一日到了。哪里？北京燕山燕相府。吁，相府外边下马，门军给我往了一包。哟，门军一看，这不是宁表示回来吗？宁儿在山东，宁儿老老少少一家子都给燕相府的相府来，所以这些军兵都认识他。宁二爷，你回来啦？宁儿说，来来来，赶紧往里报，报给老爷得知，就说我有要事见老爷。军兵报给严嵩，严嵩一听，哦，严嵩心中高兴了，燕儿早回来了，说海瑞落到刘家寨了，那不用说了，我那干儿子董霸天、刘玉龙能干得很呢，那肯定把海瑞的人头割来了，送给我来了，来好消息来了。严嵩心里白提有多高兴，传令一声叫宁儿进来。宁儿见了严嵩，跪下磕头，老爷在上，宁儿参见严相爷。哎呀，你呀，宁表示一路上风尘仆仆，不要失礼，不要失礼，起来起来，坐下。哎，我来问问你，你是怎么来的？宁儿说的一声，老爷可不得了了，我家老爷派我来给你送信来，这有一封书信，你一看便知。严嵩打开了这一封书信，不看便罢，这一看可把严嵩、严介喜这个老小子都要气死了，鼻子都给气歪了，头都挠小了。海瑞呀，海瑞，我的儿啊，我认为你该死过了，闹了半天，我干儿子叫你给我摆着死了呀，死里死，被你抓里抓，我的徒弟被你打死拿他，我不能给你山霸甘休山东，眼看就要叫你给我交光了。严嵩看完这一封书信，把这封奏折怀里一揣，来点动军兵，眨眼之间带着人马来到吴朝门外，叫了一声黄门官，给我打鼓撞钟，我要上殿见军。Oh,
燕子他上去把宝剑点，难怪我北关把他惨，万岁爷九龙口喷死你，再叫声问我听我谈，今日你可不是三里有酒，哪位爱卿瞧得大点呐、啊？有本咱们也就早早的个走，那个无本无家我要回还，万岁金殿的脸生残，严嵩的老贼杀了金娃，就算前去失了一礼，万岁我就得听我谈，是因为山东地界来了奏折，还请万岁爷看周全。万岁爷打开了这封奏折，那上边字的行行我看不穿，那个上写着山东这个孙府我遵守拜，拜一拜万岁我主龙神仙。只因为北京城你老家传了旨，海瑞他领旨山东里边，坐落俺的山东啊历城县呐、啊，我的万岁爷在这里杀官害民有多惨啊，海瑞的做官不行政有多些死，有多些北京死在他那个手里边，有多些好人头被他砍呐、啊，现如今他又斩了十八天、啊、光斩了十八天那个还不算，打死了四品的黄坛大将王子贤，海瑞做官啊不行政，我听说没面招兵要江山，万岁的主老走了北京燕山把兵派，捉拿海瑞这个小狗官、啊这上面写的明白，海瑞做山中不行正道，杀官害民无恶不作，还招兵买马，收了一帮子强盗，也不知该哪个手里。张坤这样的好汉就都说成强盗，强奸杀人无恶不作，就通了张坤又是五虎帝，他都把这些好人都说成孬人，那孬人他都说成好人了，他颠倒是非，天高皇帝远，万岁爷看不住，万岁爷一看心里边越看越生气，越看越生气，中为爱情你们大家不知道啊，海瑞我叫他做山东里程，可是国家我待他不薄，这个海瑞也不是这么高的，到了山东都变化了，恁看看他就把这上边写的两个文武百官一听，严嵩老小子趁热打铁上来跪道，主公万岁呀，山东就叫海瑞闹翻天了呀，我的主公啊，那个海瑞做官不行正道，半路上边守了什么又是九头鸟，这些人都是江湖上的人，我专门无恶不作，杀官害民不干好事，主公万岁，就像这样的，就像这样赃官污吏这个狗官海瑞，你要他还有啥用啊，你看看山东地界马上马都觉得闹翻天了，马上马就能闹到你的北京燕山，主公你要速速的定夺呀，万岁爷说到一声众位爱卿，海瑞山东要造反，闹了这么大的乱子，你们众位爱卿看该定什么罪，严嵩说主公该死呀，罪大滔天，凭哪一条哪一款都该死，待十八天该死，啥十八天该死，啥害百姓该死，特别是打死四品王子贤是他的顶头上司，他一棍都敢打死，主公万岁，你想想海瑞他理当该杀，八宝金殿主公你赶紧的派哪一个人带领军兵带领人马到山东捉海瑞，带张坤把这一党的全部杀尽，斩草除根，一免后患呐、啊！万岁爷说到一声众位卿家，你们看呐、啊！万岁我不同意，皇上一看是谁呀、啊？是兵部侍郎陈友弼，海瑞结拜的八兄弟，海瑞一把子想摆了四个，老大是海瑞，老二是徐延昭，老三是李，老四就是陈友弼，陈友弼也是个文人，可是满腹才华，射箭唇枪，脑点子多得很，
赶紧的跪在八宝金殿，主公微臣我不同意阎老相说的。阎老相，找这书信上，这个书信是山东孙府来的，山东孙府吴孝忠可是你的大徒弟呀，这人人皆知啊。主公万岁，这个上面写的张坤海瑞什么又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坏，可是主公这跟人老北京传说的都不一样了，谁不知道九头鸟张坤？你知道张坤他爹是谁吗？万岁爷，老朱在世的时候，南齐北六十三省一个总镖局，总镖局的总镖是三支金镖镇八方的张振海，为国家不知立了多些功劳。我的主公万岁，那就是张坤的爹。人说见闻故知，这是第一。他的师父是天下第一名士道德真君赵华泰，你想想，就凭他爹有那么大的名誉，他师父是天下第一的名士，能调教出来这样的徒弟吗？杀官害民、强奸杀人这样的事不是张坤干的呀，也不是张坤所为。可是我早有耳闻，人说这个张坤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杀赃官、除恶霸、除暴安良，是个英雄，是个好汉。主公万岁，天高皇帝远，你一眼看不到山东，我说的也不算，这书信上写的，主公你也没在那个看着。究竟海瑞如果要是坏的，你可以像阎老相说的这样办，一道圣旨到山东把海瑞张坤这些人都给杀了。如果张坤做海瑞张坤做山东杀的是奸贼勾当，抓的是该抓的那些贼子搁山东，咱不说别的，就说这四霸天，你听听，南霸天，主公这个霸是恶霸的霸，他有这个东霸天、西霸天的名字，他都不是个好东西。那老百姓真喜欢他，真太爱他，那应该说哪个哪个善人爷呀，不应该说是个东霸天。主公你想想，想必是说这四霸天无恶不作，欺压良民，该死该抓。主公万岁呀，你要把事情弄清，常言说人有三四免得后悔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如果这个事主公你要是办差啊，你落个万人的骂名，都得骂你是个无道的昏君。嘉靖一听，这个陈友弼一张嘴能说会道，讲的有道理，我的老爱卿，我不能这样传旨啊。罢了，爱卿你说的有道理，那以你之见呢？陈友弼说，主公要以我之见，这个事情不能定夺，主啊要想把这件事查清，来你八宝金殿传一道圣旨，看文武百官哪一个够这个料，叫他带领兵马，带着你的皇皇御旨查办山东的济南府，看看山东究竟谁是奸的谁是坏的。不光逮海瑞查海瑞，查查山东这些官都是咋做的，如果海瑞做的要是对，不但不能杀，而且还得加封的官职；如果海瑞做的要是错的，那杀主公万岁，你给他先杀后奏的权，只要走山东，走到就把海瑞的头给割了，你看怎么样？万岁爷一听陈友弼说的是有道理，我的陈爱卿，你讲的有道理，就以你之见吧。众位爱卿，哪一个愿意领孤家圣旨下山东去办这一案？皇上问了三遍，八宝金殿连个人坑都没有，都头大了，这装聋装哑了，装的听不着了。为啥？当官的可没有杀掉啊，都跟那个打算来了，想着来，谁敢领这个旨啊？谁敢去查山东？你说查山东你想谁吧，你要是按照正了规正不公道的去断，那肯定海瑞是个好的。你要说海瑞是好的，乖乖严嵩的耳目众多，神通广大，你别看严嵩坐北京，他不出门都把你给弄死了，你要想海瑞你就回不来了。比方说你也想着严嵩把海瑞抓过来把海瑞杀，可是能抓过来吗？乖乖九头鸟厉害无比，杀人不眨眼，你要到地上害海瑞，你说不定到山东不能乖回来了，就打张坤不害你，把这些人都给抓过来了，把海瑞也给杀了，回到北京三天不成也活不成。那海瑞可是正宫娘娘张春燕那个大恶人呐，后宫院里边娘娘张春燕要给他撑腰，又有定国王徐延昭，你别说杀海瑞了，爸跟汉茂乖过来都得倒霉啊。所以这些当官的没有一个上面的。皇上说也罢，今日不说了，咱明日再议此事，散朝。皇上一看几个弄不成了，就散朝了。文武百官各回各府，严嵩把个牙关一咬，心里想啊，陈友弼呀，陈友弼，我这个小人儿，我也没点那儿子料井，没饿那锅里边。哎，你咋光向着海瑞不向我严嵩的呢？罢了，为什么这些人不敢为我严嵩去做事？
王世美有孩子的时候，我个爸爸今天跺跺脚，可以说今天乱逛荡，文武百官看我的颜色行事。为什么现在这些人都不敢帮助我严嵩啊？他们怕的不是海瑞呀、啊，他们怕的是郑公亮的张春元。有郑公张春元一日，我就扳不到海瑞。也罢，严嵩心里想，只要今天回复张春元想活，你比登天还难。这个老小子就起了杀张娘娘的念头。回到府里边啊，你再看吃过饭，派人把宁彪氏招来啊。明日跪到参见相爷。宁彪氏啊，今天我叫你办件大事，你可有种吗？宁儿说，老爷，我这个命都你给的，俺家老小都该这个了，你叫我干啥？下刀山闯祸害，万死不辞。好，宁儿，宁彪氏，现在你就给我进宫，我叫你杀娘娘，你可干啥？宁儿说，老爷，你待我恩重如山，恩厚不薄，本是娘娘她就是大明家境的头，我也得敢玷污嘞，你就等着吧。宁儿说罢，你再看他把刀插在背后，三只镖插好，窜蹦跳要奔。